起倒扬，蜻蜓住在河畔，你的幸福路映着红霞。时光惹谁发烫，那是莫名喜欢，两小在耳旁轻轻呼唤。其实什么呀，大清早的，我们这可是青楼，要应聘的话你晚上再来啊。赵泽瑞在这儿吧。这哎呀姑娘，哎你等等啊姑娘，哎赵泽瑞，姑娘，哎呀赵泽瑞，姑娘你别大喊大叫了。哎呦，这赵公子也没来杨柳姑娘这里多久啊。哎我是李巧儿，赵泽瑞在你这儿吧，我找他有事。公子才刚睡下，巧儿姑娘还是待会再来吧。哼，大白天的睡觉。公子他一夜都……让他进来吧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？我有话要问你，其他地方不方便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昨天的事，是你干的吧？哪件事？你少给我装糊涂！昨天偷袭少爷的事，是你派人干的吧？不是。不可能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对少爷不利？既然你都认定是我了，又何必巴巴地跑过来问？女人呢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林家现在在渝州城是一家独大，看不惯的人多了，难保不会有人想浑水摸鱼，趁机除去林青兰这个林家唯一的继承人。真的不是你？信不信由你。如果我想动手，又何必等到现在？况且，你的宝贝少爷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今非昔比，过去的少爷，文武双全，你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变傻以后，老太太对他看得很紧，你也很难找到机会。现在的少奶奶是你的人，你想让她对少爷做什么都可以。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？
不是她也会是其他女人。老太伯当时正在替林青兰招录亲事，与其来一个完全不知底细的，还不如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。行，我就再信你一次，如果你真敢对少爷做什么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一个从外面捡回来的下贱丫鬟也敢对我大呼小叫，要不是看她还有用，我能忍她到今天。公子你没事吧？我派人去给你买副药，别着凉了。不用，这两次刺杀林青兰的计划都没有成功，巧儿姑娘这边咱们还是得防着点儿。轮到你来提点我了，啊！杨柳不敢。我在林家待了十年，受尽屈辱，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林家那条狗。就因为我是一个妓女生的，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，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一切。我赵泽瑞哪点比他林青兰差？凭什么我们的命运能差这么多？凭什么？公子，我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。本仙女师父多年的钻研，这针灸啊可以有益身体健康，哎，尤其是你昨夜感染的风寒，可谓是一针提神醒脑，两针永不疲劳，三针可以长生不老啊。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针。跳跳姐，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忍着点啊，会有点疼。我的针灸输让小傻子试上两个时辰没问题，现在去找师父问问安顺药的事。回来了。哎呀，赵婶，见我师傅没？我也正找他呢。啊，昨天出去到现在人影都没有，你说他会不会被绑架了？切，他被绑架，200多斤胖的谁绑得了他呀？还不说这个了，赵婶，你知不知道我成亲那天他给了我一种酣睡药，你知道那药的配方在哪儿吗？这我哪能知道啊。这行，那赵婶你见到我师傅的时候去林家找我啊。这渔州城这么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他呀？酒馆赌房指定能找着他。 我不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哎，慢点啊，那我收拾收拾，哎，找他去啊。你记得跟我说啊。哎，好。这没正形的沈千秋，再不出现你就……赵公子，哟，你这大晴天的拿个油纸伞熬什么造型啊？怎么今儿汉服时尚？原来你家在这里，环境不错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紧张什么？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怎么会对你或者你的家人怎么样呢？
不过，我看你最近在林家待的，似乎有点乐不思蜀了，好像忘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和目的了。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这当初不是说好的吗？我顶着沈梦君的名分在林家待一年，你就给我钱，是不是？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一开始我们就说好的吗？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我过来提醒你，好好配合我。配合？那你要让我怎么做啊？该你做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。我问你，昨天在巷子里林青兰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事情我已经跟林家人说过了，就是林青兰被人偷袭，然后我就拉着她跑啊跑啊跑啊，然后就跑到一个巷子里边，那些混混就在外面嗷叫。我说的是林青兰为什么会突然变了一个人啊。你说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林青兰突然就发狂了，对着那两个混混一阵乱打嗷叫啊，我后面一看那场面收拾不过来了，我一把迷药给她弄晕了。真是这样？那可不嘛，昨天你来了的时候他不是被扛回去了。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？异常？有的有的。林青兰经常半夜三更偷偷出去，然后就会到厨房里面吃东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总之你给我盯紧他，还有做好你该做的事情。我赵公子慢走啊。哎，赵公子别崴脚了。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我没干什么去了，我挺乖的真的。我在家里面乖乖的看书，看完书以后我就乖乖的吃饭睡觉，我哪儿都没去。我娘子，另一个我是这样跟你讲话的吗？真是的，竟然说你跳跳姐了。我在逗你开心。小儿，开心了吧？怪不得外面的姑娘们都说林家公子是第一偷心盗贼呢。偷心盗贼？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。偷心盗贼的意思呢，就是让那些老阿姨们心动开心。哦，那我是跳跳姐唯一的偷心盗贼。哎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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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老阿姨，我不是老阿姨，我是偷心盗贼，老阿姨，不是老阿姨。小儿，你到厨房吩咐他们，每天给少奶奶多炖一盅汤。
为梦居好好补一补，说不定我们林家很快就要添丁了。哎呀，好啊，嗯，好啊。刘大人可是有段日子没来我们林府做客了，我还说那天下个帖子约您过来补喝个喜酒呢，可巧今日您就上门来了。而且上次孟君的事，多亏刘大人从中斡旋，才得以圆满解决，我老太婆还没有好好谢谢您呢。老太太，您这话就严重了。这个陆天宝仗着自己是尚书大人的小舅子，整日胡作非为，让百姓们呢怨声载道。本官身为渝州城的父母官，自当应该站出来主持正义。前些日子本官去了趟京城公干，这不刚回来就听说青兰大喜。其实啊，早就想过来给老太太道喜了，奈何这几日实在是公务缠身呐，这不刚空下来就陪着孙老弟一同前来了。孙某今日冒昧来访，一呢是向老太太道喜，二呢是想请知府大人做个中间人。孙某有意收购林家在郊外的十几间田庄，不知老太太意下如何呀？这事孙老爷早已说过多次，田庄是我们林家的祖产，是我老太婆不能答应。老太太不要着急拒绝嘛，这价钱方面都好说，您不妨再考虑考虑吧。孙老爷实在抱歉，无论考虑多久都是一样的答案，这做买卖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？好了，孙老弟啊，既然老太太这么坚决，我看这件事啊就先这样。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，买卖不成，仁义还在吗？知府大人所言极是啊。老太太，孙某突然想起家中还有重要的事要办，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孙老爷慢走。刘大人，告辞。嗯。哼。我老太婆这么做，是不是有点不给刘大人面子了？老太太，这话就严重了。我和令郎，那可是多年的好友，关系亲厚。可是此等孙鹏举之人，可以相提并论的。好了，此事不提也罢。啊，对了，本官还没有见过两位新人呢，能否让本官见见二位新人，给他们当面道道喜呀？好啊。好。这个老东西给脸不要脸。孙老爷留步。在下乃是林家表亲赵泽瑞，
不知道孙老爷有没有空一起喝杯酒呢？哎呦，奶奶，青儿来了。青儿，孟君，快来拜见知府大人。当年呐，我们三家那可是世交。民女沈孟君见过知府大人。免礼。不愧是沈兄的女儿啊，与嫂夫人那是长得一样的标致啊。叫我刘叔父即可。你的父亲当年与我同朝为官，关系亲厚，不曾想当年你父亲突然辞官回乡，从此了无音信，本官也是心中一直挂念，真是憾事一桩啊。不知这些年你们过得可好啊？啊，多谢刘叔父关心，家父家母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了，唉，未能看到我出嫁。哦，是吗？沈兄和嫂夫人那是神仙眷侣，如今都英年早逝，真是可惜呀。哎，是啊。其实你七八岁的时候你我曾见过一面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呀？那时候太小了，记不清。冷静，沈条条，冷静，这可是官府的人，你千万别露馅了啊。是是是，你那时候年纪还尚小，我记得那也是正常的。老太太，林沈两家如今能有这样的姻缘，那真是天意呀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我相信通过这桩婚事，青兰贤侄的病情一定会好转。继续将林家发扬光大。哎呦，那就借刘大人的吉言，那你今日可要多喝几杯，沾沾喜气了。一定一定。哎呀，思雨啊，你写的这么好啊。奶奶。哎呦，孟君来了。奶奶，您找我啊？小肖，你看我写的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思雨啊，你先回自己房里去写，我和你嫂嫂还有话要说。真乖啊，还站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坐呀。好。你饿不饿呀？要不要吃点点心？奶奶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孟君呀，这是林家名下所有田庄的账本，你整理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。奶奶，您的意思是让我管账本？奶奶不是说过这林家总是要交给你和青儿的，你
就提前准备准备。不是，奶奶，我……好。二十一，二十二，二十三。小傻子，你在数什么呢？我在数跳跳姐叹气的次数，从吃完晚饭到现在，已经二十三声了。怎么办？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是我被送进官府，就是小傻子被姓赵的弄死。跳跳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心事重重的？小青青，如果跳跳姐把另一个你找回来，你会像现在一样相信跳跳姐吗？另一个我？啊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很凶很凶很凶的那个我吗？如果那个我能让跳跳姐变得开心，那就把她叫回来。现在只能用这个药试试了。小傻子，希望你恢复正常的时候，别忘了你现在说的话。喝。林公子，林青兰，林公子，林青兰，你，林公子，你别冲动啊！好在我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做了准备。我呢？是有些事情想和你聊聊。哼，是个狠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林青兰，你要是能够像你傻的时候那么乖巧可爱，我何必绑你呢？我这次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先来喝口水。哎呀，敬天敬地敬兄弟，先干为敬。